走过来。我可以无限度的包容让你，你所有的要求我都可以满足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我对你不会手软。我说真的，我顾海要是很简单，足够你心急一辈子。这鸡巴不都完事儿了吗？没那么期待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要是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我求你，我是说真的，我顾海的爱很坚定，足够你心疼。我都有点想发微博了，但是我一定要按着这个。抱歉。这河的北边，属于是不是老有啊？他那边属于是叫什么厂？就是说一些工厂什么的都在那边。你有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严吗？不懂的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那个。现在比较不稳定，咱加呗，不算。你们俩互加微信了吗？没有，加微信。我有点发您的。我限定你在几天之内一定把这会了。我没吃饭。好。而且跟他很熟，他演技不行，他演技不行，我控你镜头。我说话。好，那我下。